Yo, what's up? 大家好，这里是彤彤鼓手。今天是1月1号，我来到 Auto City 这里，要做我的今年的第一场演出。今天就带你们来看看今天我一整天的准备过程吧。把这个鼓跟 mixer 灯光啊，全部都已经大致上都安装好了。现在就期待8:30的演出开始吧。哇，麻烦给个支持，谢谢，辛苦一点，祝大家。听懂吗 ？OK。然后每个星期六我都会在这里演出。Yo， 现在我们的观众正在。等着我的表演的开始，哦，有点紧张。在一开始，当初我还是一个天真而又爱哭的孩子。10年之后，终于才明白，只要全力以赴，就无所谓失败。起点，新的世界就在眼前。受过伤，也流过了眼泪，为了梦想疯狂，这一次又怎样？奔跑吧，骄傲的少年，年轻的心里面，是着你的心呢。大家好，现在是呢我的学生在演奏哦，那现在呢有很多观众，耶，我很紧张。世界之大，总想要去飞，就算满身伤痕也不曾后悔，无人喝彩，依然在期待雨后的彩虹，它是那样的精彩、yeah、转眼间一切都已改变。哟，今年的第一场1月1号的演出结束啦，现在我们已经刷7788了，真的今天很累很累很累。 OK 啦，祝大家今年新年快乐，生活顺利。好了，我继续我的寿司了，拜拜。